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熊浩。那今天呢，有网友跟我说啊，我在巴哈好像掀起了一个论战啊，所以我就想说呢，不然自己来看一下好了。那就想说，就直接拍给大家看。那我是还没有看过这些留言，就在落在这边的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看，好不好？有兴趣的人就看下去，没兴趣的人就算了，或者是你想要看快一点，就自己去那个巴哈上看，反正就巴哈关键字搜寻打陈浩，这样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一个文章呢，赞是零啊，然后这个到赞是36，所以呢，应该是相当有争议的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玩家樱花妹子啊，反正他就在讲说呢，以前还没打上去之前呢、就被酸被嘴没实力，现在打到冠高啊，然后超级台湾第一啊，那就问说这样算实力派话？那我先非常感谢啊，这个朋友帮我的定位，在实力派这边。那但是很多人都不认可啊，但是我个人给我自己的定位是，新闻的不是算新闻，体育赛事的播报主播，我对于这个播报游戏啊，算是蛮有热情的，你知道吗？蛮投入的。那我在想啊，应该没有一个体育台的主播在播报灌篮高手，不是灌篮高手，播报 NBA 的时候打赢 NBA 的球员吧？甚至播报 SBL 的时候，应该也没有到那个实力吧？所以呢，我对我自己呢，就是定位在我就是主播嘛，那主播不一定要有实力，对吧？出一张嘴就好，对吧？所以我对于目前做起来，大家都蛮喜欢我讲一些嘴炮，或觉得好笑啊什么，我就非常非常欣慰了。那这个能不能被定为实力派这件事情呢？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啦，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很喜欢玩这游戏，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就上去了嘛，一直玩就越来越熟练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一直玩，我才知道这游戏的生态，我才能够播报出来嘛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玩家啊，这个下面留言是怎么留啊？他说三排才这么顺利啊、我在这边呢先回答一下，如果等一下一样的问题，我就不回答了。我的确呢，从这个冠高开始啊，就是一直三排啊，因为大家知道我有个战队嘛，那总会有打的比较有默契的人，有默契到那，我们就算不开语音，他都知道帮我挡位，那个站位在哪里，然后卡位卡哪里。好，那他说呢，这个讲也没错，没得否认啊，因为我要么就是跟我那个樱木啊。双排，要么就是跟 Pita 再加起来三排这样。那我跟那樱木呢一起玩的时候，他也大概落在就是冠高，不是冠高，就是传奇零，反正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一起上王牌啦。然后偶尔跟樱木他哥一起玩，就一个流川枫嘛。那我们就这样一起打，一起来打，打到现在七八十颗星啦、啊。好，那对这个，我看我们来再看一下。这个很感谢小手啊、他说这个播报方式很幽默。我看其实很多影片底下留言看到有人说他什么边吃饭边看我影片，然后还有一个40岁的大叔说没有在打这游戏，但是看到我在播报这游戏，觉得好像有一种回到自己在看 NBA 的那种感觉。说听到这句话，其实我相当的欣慰，因为这就是我要的、啊，我才不管说别人到底觉不觉得我很强，或是我有没有技术，有没有实力。那但是大家就是看到有些人这样留言，我就很欣慰。我其实就只是想播报、我喜欢这种播报的感觉。好，那对那个大宝说明明有书的东西，对啊，我也会 po 一些书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 po 书的大家就会说啊，你这个很烂啊，打得不好还敢 po 上来啊？对我昨天有讲过嘛 ，po 赢的就说虐菜啊 ，po 书的就说很烂啊，算了，这个是啊，看开了，看开了。那然后这个 CK 这一位网友呢，讲起来应该是。对，因为我在影片里面讲，老师啊也有分啊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能瞧不起国小老师吗？不行嘛，但这社会上需不需要国小老师？要嘛，所以我的职责就是教这些小学生小朋友嘛。那你一个高中生来这边跟我说，干你这个教的东西我都嘛会，还说自己是老师，那我就只能笑笑笑而带过，好吧？但是感谢这位朋友有帮我注解啊、哦。那这个爱捆呢，我。这个玩家讲得非常对，那个我家樱木啊，就是真的是厉害。我也跟大家讲为什么他们厉害。一开始啊，其实我们摆没那么厉害，但是呢，我就是跟他一起训练嘛。我们开电脑22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训练的方式，因为电脑墙板能力是非常之强、我跟大家讲，非常的强。那你有时候板点差那个0.1秒没了就没了。那我跟我们家樱木呢就是这样一起双排，然后或者是偶尔打22，我们可以打两个小时的22哦，就是跟电脑，我跟他敌对，然后我就一直可能选一个中锋，一直投三分啊或什么，让他一直去抢，一直去抢，一直去抢。所以这是训练出来的。还有很多人问我说，为什么曹奇可以跨到三分去啊？那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呢就是在这路上其实也遇过不少队友选曹奇啊。
那队友选曹奇呢，这个我只能说就是吐血而已啊，真的是吐血啊。所以我就说樱木这个樱木很强，但是配到不是我的曹奇好像也赢不了哦。那这个就是这样啦、啊但他的确很强啊，但我觉得这些强都是苦练出来的。我最近也一直鼓励他开频道哦，就是最近开始教他一些怎么剪片啊，很基础的东西慢慢来啊。他如果呢有开频道的话，我会跟大家讲，希望大家支持他一下哦。那这个拜他所赐，现在巨星场一大堆雷霍潮起我只能说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天如果拍三集，哎干，我之前不是很常拍三集吗？难道拍三集过错都怪我身上吗？我今天讲说潮起很强，是因为我觉得他技能组搭配樱木的挡拆很强啊。对啊，这个就是1+1大于2的效果嘛。更何况我们是1+0.5，潮起这么烂的角色，1+0.5还可以达到这么棒的地方。那我觉得已经很欣慰，对我来讲足够了。我已经达到全台湾第一，已经足够了。全服第一就算了，因为我最近连输。哈哈，好，那再看一下这个，好，靠混分嘛。对啊，我 PO 文的时候不是 PO 吗？躺分躺到这个潮奇第一嘛。OK， 来这个开始讲花型。不对，花型不干花型的事啊。哦，这个很理性啊，海贼手。哦，看别人影片只是参考而已啊，并且吸收其进攻技巧。就像我啊，我常常也会去看，比如说像花之丸之前不是有 PO 那个三井嘛，我那时候就学到一招，原来转身直接按跳投跟转身顿一下按跳投是不一样的。我当下还不知道这一招，那我就把它学起来。像我也喜欢看一些那个超级联赛的比赛嘛，对不对？那超级联赛呢，你可以发现有一些人啊，有一些战术，他就是让自己的射手一直去被盖，一直被盖，但他们就帮他抢那个、地板球啊，就一直抢地板球，一直扑啊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技能嘛，对不对？你技能按出来，你扑到那本来就是合情合理啊。就很像我潮起走过去，潮起驱球就吸过来，不是合理吗？技能就这样啊。三井会扑球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我觉得多看其他影片，尽量去吸收自己不足的东西啦。这个可怜啊，我不知道讲谁，可能讲我吧。OK， 没关系。对我这个什么 boy game boy， 我非常认同他灌高分成单排跟多排、游戏分流。那我再讲这个玩传说啊，像我之前玩传说，那有在分什么单排上去跟多排上去吗？不可能嘛，系统也不会那么无聊帮你分这个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看啊，那些 SS 级的玩家，你一点开基本上都是多排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有朋友啊，我有朋友为什么还要单排一个人玩游戏、我今天叫做玩游戏啊，我不是争一个什么我要单排最强什么，没有，我今天叫玩游戏啊。玩这个东西不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找朋友一起玩多排错了吗？没错啊，你也可以找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巅峰之赛什么是靠单排是不是？那我应该也不会打吧，因为一个人打太无聊，再加上自己实力也不够。对，这个风铃啊，我们家樱木真的很强啊，他想要打到基隆市第一啊，我们啊就期待啊，他也可以啊上到全台湾前几啊。然后他说遇过他们三排防守像纸糊的，对啊，我有时候啊的确就跟不上啊，因为潮奇的弱点就是被晃倒，对方就拜拜嘛，我只能 put your hands up， 那你把我晃倒，那难道是我的问题吗？是我们没有像 Kobe 一样去学踢踏舞把脚踝练好吗？不是吧，这是系统给的吧？那假设呢是那个失神啊，或是发呆那种漏防，那个就真的是自己的问题啊。但是比如说脚踝或是像藤阵那种，他硬要跟你拉那么远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守？守不到啊！我也承认啊，藤阵的确很难守、啊，像木木我也觉得很难守啊。那我今天对61颗星上灌高啊，那这个的确啊，这个灌高这个名词啊是官方给我的，也不是我自己那个说，干我61颗星，赶快给我啊。就很像啊，你是假设你是军人的话，阶级是国家给你的、啊，难道你进去就说，我要上校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慢慢爬 啊有些人当7年就上校，有些人当14年才上校，7年应该是不会上校，可是士官长应该可以。对，那不能这样争嘛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嘛，社会改革你有种去啊，对不对？你有种举起人民的法锤说，干，现在100颗星才能上灌高，200颗星才能上灌高，那 OK 嘛？然后拿人民的法锤去锤那个官方，说，你现在全部给我统一哦，只有真正前50才能上灌高 ，OK 啊，去啊，对不对？欢迎光临啊、哦！靠背哦，稀嘞。对，我是觉得这没什么好赞的，但是就是看看就好了，看看就好。没那一幕，我跟你讲，没这个一幕啊，我可能。现在可能还才二十几颗星吧，有可能。我觉得运气好，缘分啊，缘分这个很重要，人就是求一个缘嘛，对不对？凡事就求一个缘。
那个看英文，那我英文啊，我也大方承认啊，我就菜啊，怎么样？你就当我是日本人在讲英文吧，行不行啊？我觉得这个不是歧视日本人啊，只是口音不一样而已啊。啊 ，Stardo 之类的，你觉得在台湾讲 Stardo， 你会接受吗？英文老师会接受吗？不会嘛，对。但日本人讲很开心嘛，那、他们也听得很爽啊。那我们看片也看得很开心嘛，对。那个计时器拿出来 ，Stardo， 谁不兴奋一下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好争的、啊，对啊。这个靠队友，靠队友承认，没什么好赞。这种东西就已经承认的东西啊，没什么好生气啊。那时候我跟 Pita 打的时候，哦，他已经我认识，我开始跟 Pita 打的时候，他已经灌高六十几颗星了。我那时候好像才十几颗吧，那时候好像才十几颗，跟他差了五十几颗。那这个玩家说看影片就知道，樱木那个篮板，对啊，因为我的应该说他看我的影片八成都是樱木抢板抢的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樱木跟我算是很好朋友嘛，那难道我这样上一些他失误的，然后让大家去揶揄他吗？不是吧，对吧？所以当然我影片也会挑过啊，尽量挑就是哦比分的比较接近，不要那种真的超虐的。那辅助的工作不就是看视野吗？不就是这个挡伤害吗？对，那这样樱木抢篮板应该没错吧？对啊，其他我也是殿堂 OK 啊，这我接受了。你要说我的实力就绝对主力位，我也接受好不好 ？OK 的啊。靠队友是事实，还怕人讲？我从来没有说我不是靠队友啊。对，就是找两个灌高代打。对啦，我那时候打的时候啊 ，Pita 就是灌高啦。那我们家樱木啊，还只是传奇而已啊，跟我一样也是传奇而已啊。所以他讲错了，我只找一个而已。OK。然后之后呢 ，Pita 没空，因为 Pita 都是早上打嘛，有时候没空我们就自己双排，有时候遇到巨星啊，所以我也是有找巨星代打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扯到政治我就算了啊，扯到政治就不要看，不要看啊，当作没看到，鬼遮眼。水准传奇左右啦，我是觉得是主力啦，绝对主力啦，你太看好我了，谢谢。好，这个讲都一样，讲篮板嘛，对。那我最近就 PO 一些我们被爆板然后还能赢的影片，那这些玩家就一定啊，反正这刷面总是找到理由啊，对。我就尽量 PO 一些干樱木被爆板的，然后之后就是说会不会有人跳出说，其实樱木也没多强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不对嘛，无聊啊，无聊找事做。原本卡在王牌，突然多牌就冲到灌篮高手，这不是靠着，这不是，对啊，人讲是蛮合理的、啊，对吧、啊？王牌。那时候好算太久的事了，大概月初的时候就算王牌吧，我忘了上个月初吧，算了。哦，对，我想讲一件事啊，三排这种东西啊，你要是三排，你会撞对方三排啊，你又不是说三排撞对方单排，所以三排上去，你说有默契，那你撞到的人也是有默契啊，我不懂这种好嘴的，我们也是有遇到那种干直接屌虐我们的、啊，也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实力吗？对啊，那也是实力啊，所以有什么好争的嘞？我是觉得护航哦，护航我觉得算是一种没理的东西讲成有理了，有没有护航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这个也是很激进的、啊，月下毒。如果你要说他是灌高真正的水准，那你就沉浸在美好世界吧。OK， 这些都一样哦，算他灌高实力哦。瑞奇啊，瑞奇我是不认识啊。这个啊，王牌场开始争队友，对啊，因为王牌场就觉得完全很无聊、啊，需要队友凯瑞啊，怎么了吗？你自己单排殿堂只克月卡，猛啊猛啊，真的猛真的猛。开板也是，OK， 感谢这个哈哈哈，不对，这个 U 啊，算不会念。对啊，这系统给我灌高嘛，对不对？不干我事嘛。这些就开始在站，这些就没有特别，这些我就觉得不需要去讲，我也就跳过，当作没看到。多牌不能称为实力，有点认同，我也很认同啊。他有讲模拟器，对啊，很多其实 YouTuber 很多开实况也是在用模拟器啊，但我现在觉得，如果模拟器的玩家可以跟我当队的话，是非常好的啊、哦，非常好。我觉得这不错这个按赞跟非按赞的，然后看一下排位的分布，这个不错哦，这个点 OK 哦。
大家没听到铃铛声啊，那是因为我家的猫也在玩。我家最近来个新猫啊，但是它身上有猫癣，有点麻烦。这个就两个人在站啊，我就觉得这两个就还有鲨鱼应该是新的，不给机场，什么东西啊？看不太懂。一直觉得哦，我懂了啦，就是不开那个啊，不开那个战机啊，对啊，怎么样？咬我啊？不爽来咬啊？你看他传说对决 SS 还不是很多人不开战机，没想看他出装都不给我看战机。对，我家隐私啊，干，我觉得战机是我的隐私啊，我爽。但我也不会讲说我战机怎么样怎么样，去看胜率就大概知道啊，就大概维持在六成啊。这两个蛋糕哦，蛋糕是新来的哦，我每天用传说打五场传奇菜鸡。嗯，对啊，每个人都希望，那就自己去遇到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有这种硬木或鱼柱存不存当篮板？嗯，不过大概只有篮板、火锅跟地板球。我个人是觉得火锅是最不容易失误的啦，因为像防守的话，你有时候会被晃倒，不干你的事啊。然后篮板的话是有时候靠运气跟素质。潜能，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火锅啦，火锅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火锅很会盖的话，没上灌高被你说烂，上去又被你说带这个，嗯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酸民就这样啊。哦，这个小秋就很有理性，很有理性，不错不错。以后找陪打直接开脱。三排，我有时候也双排啊，对不对？爽啊，爽播报啊。他说我可能也不知情，但是我知情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喜欢就喜欢了、啊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啊。可以捧不能杀，这 YT 很大咖吗？说一句比较骄傲的啦，大概就是老爹再下来，我老爹再下来的影片流量就我第二啦。不是第一啦，但是就还行。捡到枪，我这个用字遣词很糟糕哦。花枝丸屌打，连这连听都没听过的卡小，那你现在听到啦？孤陋寡闻，这是这个是不用这样攻击啦，我是觉得理性啦、啊。理性，理性。对了，花枝丸单排上灌高是很猛啊，很猛，真的猛啊。嗯，至少单排胜率都有 65%， 厉害哦，厉害厉害哦， 65%， 屌屌屌，就是这个屌。我要是单排的话，大概就55吧。对，因为这篮球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打，对啊，是这样，没错啊。单排灌高被酸靠队友，单排上传奇被酸客长，哎，好多啊！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刚刚看是122折啦，我觉得之后就只是两个没意义的赞，没有什么。哎，吃心陈浩斐贴一下，看都是什么排位，可以啊，可以看啊，就是小学生啊 ，OK 啊，啊，后面好无聊哦，就都讲一样东西。哎，还有第二行啊。台版韩国语为什么真的跟标题有关？内容不到五秒。如果我今天说这个，我潮旗三分狂下，然后就喊个 four three， 跟标题一样的话，大概是两秒了。four three 拉长一点的话，可以到三秒了。哎，我不是香港人呐、啊，傻眼。阿路福的人就比我多玩半年啊，废话，当然不被喷爆也会被喷死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看不懂这英文。欸、对啊，也是啦，就很像太阳饼里面有太阳吗？对不对？老婆饼里面有老婆吗？不对嘛。上最强越野片段啊，我就真的遇到最强越野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就写全服最强啊，我有错吗？我整场都放越野全服最强越野，至少放六七分钟，没有骗你吧？
哎呀，不要扯到政治啊，好无聊哦。对啊，工程会开始刚完的时候啊。标题哦，标题的话就大家就这样啊，潮流不就这样吗？那这个你在外面看到的那个扛棒不是什么，是号称什么最好吃啊？真的有到最好吃吗？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好吃到你不要不要，好吃到你高潮，很多这不都这样吗？就社会不就这样吗？你是活在什么时代？妈十八世纪是不是？哎呀，好多、哦，大家自己去看啊，就这样、哦。我突然觉得就是无意的这个赞啊。亏皮是谁啊？我等一下来看一下好了。对啊 ，KYO 这个台中火车站火字头下，单排是蛮厉害的啦。我就是没有那个单排的实力啊。反正如果假设我下一季单排，应该有单排东单排可以讲的东西啦。好啦，大家自己去看啦、啊，太多了太多了，这个没有必要去讨论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另一篇文章啊，看一下、喔。自以为是的态度，但同时他讲解自己的比赛又会，对啊，会指出这缺点啊。炒英文发音，对啊，我之前英文发音就烂啊，没办法。他讲什么？所以可以推断，有时表现谦虚，可能是知道在荧光幕下不能表现太自满啊。废话，我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啊。我爽，我骄傲啊！娱乐台，对啊，娱乐台并没有什么不好、啊，对啊，没必要每一支影片都有技术啊。好了，对啊，我是觉得，假设啊，假设你有一模一个实力啊，你去带一个刚刚开始玩的人，不要说刚开始玩啊。如果你，我跟你讲，比一木强的人太多了、啊。说实在话，我们常常被爆板啊，对，你就是找那样的朋友不就好了？他又不是全团第一强，说一句实在话，对，多的是啊。英文文法，这件事我已经不想啊，终于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没了。干，还有第二页哦，杀小啦，太多了吧，太多了吧，我们就挑一个，他玩潮棋这种，玩到灌高人要追。说一木 carry， 他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家愿意跟他组队 ？Jordan 想夺冠，可以接受板哥是眼镜侠小虫，可以接受哈校园吗？哎、欸，这个讲得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哈校园，不能好了，是蛮好笑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第二页怎么还那么多啊？太棒太棒，结束了，我们把第二页看完就好。这影片到二十几分钟啊，不然又有人要说我拖时间什么的。看一下、哦。OK，Jordan 说整个历史上最强，对啊，历史上最强、啊。Malone， 哦，对哦 ，Miller， 厉害厉害，这个玩家。有年纪啊，有年纪。The push 被说成 the shot， 我的态度不讨喜嘛，那就反正有人喜欢就好了。有人说实力最多巨星没有灌高，段位有看态度，因为他是陈浩，愿意跟他组，我就不解了。不认识樱木和皮塔，也许有认识有人认识。先前分析判断是自己跌倒，其实我不太知道 the push 这是什么意思、欸。先前还有节目做过分析，都判断是不太懂。可恶啊！早知道我就继续。他说我播这影片很骄傲，早知道啊，我就一直都播那个比赛就好，就一直播比赛啊，算了，好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反正怎么样都会有，怎么样都会有三名啊，就这样了啦，我就面对了啦，面对他，接受他，放下他啦。
好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啊，自己想看的人就去看嘛，太多太多了，看不完啊。哦，这部影片居然20几分钟啊。好了，大家也累了，自己去看吧，拜拜。